超级大脑能使很多事情变得简单，超级身体能让你等同于像漫威英雄。永远记住职业运动员和普通人的本质区别，别去挑战他们赖以生存的看家本事。以下是发生在运动员身上最匪夷所思的操作，有些甚至颠覆了普通人能想象的程度。乒乓球是中国在体坛制霸的体育项目，高手层出不穷，出其不意的一招制敌，让对手在恍惚间丢掉分数。樊振东作为乒乓球的新秀，他的海底捞月令对手措不及防，即使你在专注也防不住突然起来的第三只手。法国球员西蒙被海底捞月这一招式震慑住了，他愣在那里看了看球，又看了看樊振东，随后两人都笑了。比赛场上随时有会有奇迹发生，而樊振东的海底捞月则是神来之笔。西蒙，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篮板痴汉罗德曼身体素质极强，在赌场赌了一天一夜之后回来照样抓十七八个板。他曾经说过，我在球场上只愿意花精力抢篮板，不会浪费时间去投篮的。作为 NBA 第一拼命三郎，他的眼睛里只有脏活累活，哪怕拼抢一次快要出界的球。罗德曼与地面平行的身体证实了自己护球狂魔的身份，这个动作身体舒展度堪比体操运动员，倒地起来后跟没事人一样，也难怪麦当娜会被他折服。一个被牛顿宠爱的男人磨砂是众所周知的力王，他曾将15公斤的啤酒桶扔向约7.5米的高空，打破了世界纪录，身高 2.06 米，体重181千克，身材称得上魁梧吧。但在世界斗乱冠军 Devin Larratt 德文面前，他脆弱的像个少女。凯文，我的胳膊真比你大腿粗，磨砂也挡不住斗乱冠军的绝对力量。其实这也正常，德文是靠腕力吃饭的，每天练的就是上肢肌肉群，你真让他俩互相踢一脚，变成少女的可能就是德文了。值得一提的是，德文在今年的中国之行迎战中国斗乱圈中毒好手的车轮战，未尝一败，所以他也被誉为圈子里最持久的男人。如果想看人类摆脱地心引力的瞬间，索托马约尔会给你答案。1993年，索托马约尔跳出了 2.45 米的世界纪录，这个纪录也一直保持在了今天。他的跳高挑战着地球的引力。索托马约尔身高1米94，他跳过2米45的高度，那时候身体重心至少要升高 1.4 米，这有多恐怖，可以让你的物理老师告诉你。更可怕的是，跳高运动员是平坦着地的，而非正常摸高起跳，他告诉了人类什么叫天空才是极限。中国的体操运动员经常在比赛中秀操作，而马艳红发明的腾身或复回环、团身后空翻转体360下，绝对是超高难度的存在。马艳红下是第一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在杠上耍乾坤大挪移的招式估计就只有他了。自84年奥运之后，因为高低杠器械的变化和技术发展，马艳红下绝迹江湖。那个时代高低杠间距低，运动员不可能像现在那样用两个大回环来完成高难空翻下法，只能采用蹬杠、复回等弧形类动作来做下法。马艳红下就是这类下法登峰造极的之作，从此这个招式被后人奉为体操神话。当然，中国体操界还有众多高难度动作，类似莫桂兰莫式空翻、刘璇的 B 大回环等等，就不一一细说了。如尼尼奥的 S 型任意球像安装了遥控器，他的任意球技巧在于知道用多少力触击球的不同部位会带来什么样的弧线，完美体现了任意二字。职业生涯里近80次的任意球破门，最被人记住的特点就是诡异的线路。下面这个镜头仔细看，一个不旋转的球却突然产生了弧线，至今都让许多年轻球迷懵逼。空气动力学专家冯卡门提出过卡门涡圈理论，由于输球力量大，球不旋转在空气阻力和空气压力的作用下产生 S 型运行轨迹。球迷评价道，他踢出来的任意球像安装了遥控器，
可以在风中随心所欲。NBA 历史上，科比的成绩无需赘述，81分，总冠军 ,MVP, 得分王，第一阵容，各种荣誉收入囊中，无论是球员还是球迷，最惊叹的就是科比的冷血模式。一旦启动模式，科比将变得非常可怕。上面这张图有印象吧？巴恩斯打球向来不干净，在场上充斥着垃圾话和小动作。然而他的一次挑衅成就了科比的冷血之罪，在篮球快速时对科比鼻梁时，科比却毫无反应。事情过去10年后，巴恩斯回忆道，事后我看了录像，篮球碰到了科比的睫毛，可这个男人太冷血了，眼睛都没眨一下，嚼着口香糖继续等待发球。有夸张的球迷感言，这家伙好像克服了人体条件反射的本能。橄榄球运动员斯科特在路上刷起了速度与激情，于是被警察盯上。警察老哥也不是吃素的，时速立马飙到150迈。经过50分钟的追逐，斯科特的车没油了，于是汽车继续逃跑，警察随即下车追赶，追捕的警察又跟着跑了1个小时才将他堵住。都知道运动员身体素质好，但这家伙的体力也闷好了。公路追逐战，无奈的警察用到了电击枪，没想到斯科特空手夺枪，扯断电线，先拿一血，连续被干了5枪之后，斯科特终于被警察制服。警察擒获他之后感叹道，5万伏的电击枪发射了6次才将他击倒，太暴力了。要知道人类构成生命威胁的电压范围在200伏、2万伏之间。2.7 万伏的电压足以致命。斯科特在这一瞬间大概是得到了雷神的祝福，免疫了电击，否则身体素质也太逆天了。接下去是诸位的时间，运动员还有哪些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的操作，评论区是你的膜拜舞台，编辑等于 Quentin。